主料白菜500克，虾皮60克，辅料蒜瓣2瓣，植物油2大勺，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白菜清洗干净切丝，虾皮用水略冲洗，热锅冷油，先放蒜片虾皮炒出香味，加入白菜丝继续翻炒，白菜丝炒至软身，加盐调味出锅装盘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虾皮本身有咸味，是个人咸淡喜爱，落盐调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